係如果怪人咁就扯斷曬一手手腳，就跟住扭甩埋佢個頭啊，咁就好殘忍嘅。這算是我第一次挑戰那種很誇張的演法，就是他殺妖的時候，他是會有一種快感的。妈妈儿歌三百首，啊，只要还吐一口，呸！小废物，猪能白痴，吃大便了你！他们两个的这种感情，其实是在我读剧本的时候我就很感动。这个最痛，还说不爱我？跟以往大家印象中的唐僧是不一样，是一个很喜剧、很喜剧的一个人。艾美，我只是陈述本座而已。这次是这个样子，没有以前的孙悟空帅。关了500年嘛，不如我们就现实主义一点。那在这里边也有很多喜剧的点，还有喜剧的场景，很多的方式方法是周星驰式的喜剧。好。